来吧，我得让白露下去一回。什么意思？白露，你是不是游得想下去的意思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明白了，这个信号收到了。不要，咱们开始吧。但别故意说啊。哎，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。哎，好。来来来，演的真实的啊，演的。请准备。 牛肉面，几碗？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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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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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真的，我刚没听清，真的，我没听清，我要听清，我绝对，你绝对不能再下来，你相信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怎么样？内斗了，内卷了，精彩不？精彩吗？来，好，各位请就位，快，请入座。这把不可能输。白鹿能听清吗？能听清。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？不用。来吧，快。哎呀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请准备。等。没事，白鹿老师能听清。我不像你，我不会。不会这么故意，好吧？来，请准备。七碗牛肉面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不服你不会弹我的，对不对？别把手伸起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等会儿。等一下。你把手放心上走啊。等一下，我手都麻了，现在。你等着，你们这。让秦老师飞一会儿，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？太突然了，我好开心啊！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翼这个环节上，太适合他了。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。还好吗？灵魂回来了吗？等会儿。爽吗？爽。你快入座呀！请入座。啊？请入座。不对呀、啊！请入座。不是一人一回吗？这。来，我们继续了。请准备。三碗牛肉面，五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，
玩，你们伙第一个。四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这不是我啊！等会儿。谁呀？他呀。他，你是我吗？你不是他吗？他是你。那谁是你？后两个是谁？我们俩。错一回。来。《西游记》片头蹦出来的那个，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当然。我待会儿，确实，别呀，你还要坐上去呢。你来这儿待。今天这个入水。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，绿队内卷，内卷。注意力呀、啊！你来这儿干嘛？啊？不是注意力、啊，注意力，注意点他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大半场游戏了。城市接龙，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，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，再加一个新的城市。北京。北京上海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。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，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。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。准备好了，来，开始。北京。北京上海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。河南是个省。河南是个省。来吧，飞吧。飞吧，飞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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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从晨哥开始。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厦门。乌鲁木齐厦门昆明。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。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。横店。横店一个城市吗？是啊，它是东阳。不是。啊，对不起、啊。横店是个镇呢、啊。你知道是你说错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我忍不了。去吧，钱总。报应啊！来吧。哇，180旋转。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一二三，好，非常完美的起跳，加持，再看回放，啊，有，难度是5.2的动作，整体180。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，就是这样。不用了，没必要。没事儿，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说，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，已经快练会了。下个目标要练360，多让他练几次。哎呦，你还知道哪些城市？挺多的，其实。李，挺多的。你算算哈。来，从这边开始。兰州。
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、大理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、大理、北京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、大理、北京。北京。卡卡了，卡了。我不想玩了，脑子里城市很多。金华不刚说地儿，就是想不起来呀。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？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，是金华还是东阳？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是横店？他要再说横店，我更来气，真的。